站住！喂，何事？ 我就不会和你站在一起了。他们就快到了，你怎么知道？空气中有他们的味道。小林少佐，小林少佐，快点！报告小林少佐，这个人发现了中国兄弟连。 说，他们让我给你们带个话，说你们要是军人的话，就把老百姓们给放了，然后他们会跟你们打的。什么时间？什么地点？明天凌晨，他们会在黄龙镇等你们。这不会是个圈套吧？不会不会，绝对不会。Zvezdike，哎，下去。 我相信中国兄弟连是真正的男人，我佩服他们。石内军，明天早晨黄龙寨见。 长官，你看，长官，我和我的弟兄们能算是兄弟连的吗？咱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。
那咱们不就是兄弟吗？对呀，咱们是兄弟呀。弟兄们，田连长，我们走。最后一块儿还是老班长给留下的。想好了吗？怎么打？不管怎么打，不能让老百姓再有死伤了。明天一早告诉小鬼子，想跟兄弟连打，先把乡亲们放了。苏长官，跟总部联系一下吧。咱们为了乡亲们，这次只能抗命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告诉你们那领头的小鬼子，如果是军人的话，就把老百姓给放了。我们中国兄弟连给你痛痛快快的打一场。王立军，是不是把这些支那柱全部杀掉？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，军人和军人在战场上进行交流，把这些老百姓放了。Thank you.
他们的弹药，调整兵力，再对他们进行一网打尽。 是不是再次发起进攻？不，他们的弹药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围住他们，等待援兵。何时团部联系上了吗？一分队的电台已经为支那人抢走了，我已经派骑兵通知师部，让他们尽快合围，一定要在天亮之前完成合围。嗨，史内俊，这是我们进入支那作战以来遇到的真正的对手。 是啊，小林君，我认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军人。鬼子好像撤退了。
老杨，还要闲心在那儿看看书呢，咱们的弹药可不多了啊！老许，啊，这儿可是个有点意思的地方啊！我发现了一本地方志。啥志？地方志。就是，哎，算了，你就告诉我，这书上写的是啥？这儿原来是个老兵营，已经有不少的年头了。根据这上面的记载啊，在北宋年间，这儿就是个要塞，明清两朝都在这儿住过军。你看，清军入关的时候，有300个明军驻守在此地。 遭到了5800余军长达数个月的围攻，最后因为弹尽粮绝，击困而败。看来这儿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。哎，我听老杜说呀，前几年军阀混战的时候，这儿也存过兵啊，没想到现在变成酒坊了。那要这么说，这儿应该有点好东西啊！找找看。 说啥来着？是不是有好东西？你看看，老徐，啊，这底下是空的，快点，把它盛开。还真有宝贝啊！你看，我看看。连长，啊，这倒是个洞口。老实，是。来，放好。来，关宝贝，慢点。哎。 是个暗道，下去看看。啊，把那个马灯拿过来。是。哎，你慢点啊！连长，上面守着呢。是。 这有这么多的酒啊，等打完这场仗，我开他哥请功宴，这点酒，管他一地也剩不下。你这个愿望恐怕实现不了了。别这么悲观好不好？不是，我说的是这些酒，是一地也剩不下，但不是在请功宴上，肯定是在战场上。啊？那我他娘的先喝一口。 这不有了炸药和这么多酒啊，这仗就好打多了。没错，这么多炸药能把这帮小鬼子炸到天上。这些东西肯定是部队后撤的时候暂时安放在这儿的。被鬼子杀死的那些士兵应该就是押运的部队。啊，这些弟兄真够意思，到死没有一个人说出安氏的秘密，要不然鬼子肯定会用这些东西来对付咱们。没错。 有个事儿我没想明白啊！啊，什么？你看啊，这个地方易守难攻，这小鬼子的武器又这么精良，犯不上跟咱们硬拼。还不是因为领头的小鬼子不服气，想痛痛快快的和咱们打一场。还有啊，什么？我刚来的时候发现鬼子正在封锁周围的山口，他们知道咱们走不了了。这事儿啊。 我早就知道，早就知道你还敢过来送死，咱们临分别的时候是怎么约的？你不是也来了吗？咱俩谁说话都没算数，算是扯平了。哎，我还。
还是没明白啊。你看啊，后边有追咱们的小鬼子，这个地方呢又易守难攻，他们来个里外夹击多省事儿，犯不上跟咱们硬拼。还不是因为你用的激将法，说了半天不就是为了显示你自己怎么临危不惧，怎么鬼点子层出不穷，说出来让我夸你几句吗？那你他娘的就夸我几句呗。我他娘的就不夸你。其实我早就料到你能来。我跟你说，跟咱们打的这些小鬼子，就是杀唐庄老百姓的那些畜生，这个仇报咱死也不冤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抗命赶过来。那是我头一次违抗上峰的命令。哎，那合着你回来不是因为我呀？咱们可是兄弟连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。你瞧你这小心眼，我说不是了。老许，你慢一点啊。古董了，是古人用的石炮。炮，啊，木头做的，就是投石器，是古时候的军队啊用来攻城的武器。它可以把石块或者是火球直接投放到城头上，杀伤敌人。你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有一本兵书叫《武备志》，那上面记载过这些东西。武备志，嗯。看来得多喝点墨水还是有好处啊。这石炮啊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用来攻打这座要塞的。要塞是打下来了，它的使命也完成了，在这个墙角一放，不知道多少年，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。老袁，嗯，你说咱们的老祖宗确实是聪明啊！那想当年他们也是兵强马壮，一岳飞，还有那个杨家将，那都是大英雄啊！你说怎么到了现在，咱们又是八国联军，又是他娘的小鬼子了？现在这人，是不是不如古人了？那么远的事儿，我哪说得清楚啊？但是有一点，我倒是很明白。啥呀？有你我这样的人在，小鬼子迟早有一天会被赶出中国去。对，毛猴，毛猴，连长，把杜元雄给我叫过来。是。老杜，老杜，哎，老杜，连长找你。在这儿。老杜，哎，连长，你手底下的人有没有好工匠？把这给我炮火给我好好的修一修。嗨，还找什么工匠啊？不瞒你说，上山前呢，我就是靠手艺吃饭，我是这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木匠啊。那不一定嘛。哎，瞧你这肚子啊，把所有人的弹药还有子弹都集中在一起，有多少算多少，快去。是。连长，连长，连长，快上来看。
清楚啊。好，来，连长。连长，咋样？点清楚啊！敌人给留下两挺机枪，6-700发子弹，步枪子弹有1000多发，手榴弹有70-80颗，摊到每一个人头上30-40发子弹，2-3颗手榴弹。这机枪可是好东西啊，小心点使啊！每个人20发子弹，1颗手榴弹，剩下的由你来保管。是。哎。他50颗子弹，明白。小鬼子这回真给面子了，有3-4个中队，还带着大炮。这我还觉得不过瘾呢。那就打吧，打。笑什么呀？看来这画小画确实管用啊！哎，你什么时候教我画呀？随时啊，但是可不能白教啊，要抵扣一个连的装备。不会吧？就画2笔就抵扣一个连的装备？你别逗我啊！你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老屈，嗯，你看啊。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啊，地势偏高，我目测了一下，嗯，和前面那片开阔地大概有10米的落差。你看，除了那片开阔地后面有一道山口之外，其他的3个方向都是大山，山势陡峭。我估计，鬼子主攻方向会在正前方，但是也不排除他们会派出小股分队对咱们其他的3个方向进行偷袭。毕竟鬼子的骑兵机动性还是挺强的，嗯，他们的炮兵呢，进山速度慢，估计要到明天上午才能到。可是其他的步兵会在今天晚上就开始布阵，所以咱们的时间并不富裕啊，要赶在天黑之前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。你二小鬼子，你怎么打？先派步兵占领前沿阵地，为后续的炮兵做准备，等大炮一到，用炮火尽最大的可能烧伤咱们的有生力量，然后步兵突击。同时呢，除了正面的主攻之外，他们会在其他3个方向选择其中1到2个进行协同进攻，以牵制咱们的火力。是啊，这么看来，这一个连的炮是咱们最大的麻烦。对，小鬼子就是想要利用炮火的掩护，让他们的步兵尽最大的可能接近我们。咱们虽然有暗室可以躲避敌人的炮火，可是鬼子的步兵一旦冲过来，短兵相接，咱们的人数太少了，会吃大亏的。如果把这些炮都给拔了，咱们就好办了。难呢，咱们的重机枪有效射程也就1000来米，而且是直射火力。可是敌人的炮兵阵地会远远超过这个距离，又有坚固的掩体，这一仗真是没什么便宜可占啊。加一个连的装备，我就告诉你。那我现在教你画画。走吧。老杜，哎，老杜，哎，怎么样了？啊，差不多了。小心点啊，你别给弄坏了。啊，我这是有名的木匠，你还寻不着吗？行，放心吧，你了啊。哎，好嘞。到底什么想法？快说。待会儿我再告诉你。老胡，哎，老胡，来人，出来！你帮我看看，以你的经验，如果小鬼子架炮的话，最远能架在什么位置上？架炮的最远位置？对。以鬼子的3级炮来看，能架设的最远位置，嗯，
应该是半山腰上那片坡地，再远的位置太高了，架不了炮。好，明白了，你忙去吧。好，顺三儿。哎哎，连长，看见对面那片坡地了吗？嗯，给我挖坑，三尺见方，三尺深，每个坑隔一丈远，挖得越多越好。快去。你挖那干啥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？让你挖你就挖，看见那片开阔地了吗？嗯，给我弄上东西。 这些炸药给我做成炸药包，啊！埋在对面山坡上的坑里边，啊！我让炸药听我的，我让他什么时候炸，他他娘的就什么时候炸，嗯啊！另外的一部分，给我包成包，使劲左右的，扔出去的时候落地就炸，明白吗？啊啊啊！能做到吗？我试试干，我试试干，什么他娘的叫试？一定做到！ 你是怎么想的呀？跟我也说说。哎，就那个什么什么木头炮，是不是能把几十斤的东西给扔出去？对啊。那么十几斤的东西呢？那当然扔的更。你是想用那个石炮来投炸药包啊？亏你想得出来啊！那小鬼子不是欺负咱们没有炮吗？肯定把他们的炮放得离咱们很近，而且能有多近就有多近，恨不得放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。 那个时候，咱们这个木头炮，只要把炸药包扔出去，就管用了。小鬼子只要吃了亏，肯定会往后撤。而且他娘的能撤多远就有多远。那个时候埋在山坡上的炸药，只要一炸，我就给他来个连锅端。你老冲着我耍笑什么呀？你还不夸我两句？好，夸你两句。你现在啊，已经不光是一个游击专家了。 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专家了。这个词儿还不错，军事专家。我再补充一下啊，把炸药分在每个酒坛子里一块扔出去，到时候就不是连锅端了，是连底儿都给他端了。军事专家，红龙，红龙，哎，把警卫给我用上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走吧，军事专家。 哎，这娘们怎么撵出军事专家？孙子，看到那上面了吗？你眼力好，上去给大家看着点鬼子的动静。四面八方的鬼子，不管是哪儿的，都不能让他靠近了。放心吧，连长。慢点。老杜，老杜，哎哎，过来。这天黑之前能修好吗？哎，马上就好了。那好，老胡，哎，他修好之后，我这两门炮给我搬上去。好。
交给你了啊！放心呀，快点！哎，好。快点啊，抓紧！孙子，小心点。是。哎。机枪，机枪就位。是。费了半天的劲儿啊，亏了这木料好啊，要不然这么多年风吹日晒啊，早就烂了。嗨，木料可惜喽。木料好没用啊，得有你这好手艺，要不然他也是白搭。试试给我看看。好啊，快点，老胡，哎，来，这木匠活我是干完了，这打炮的事儿啊，归您了。行，老胡，看我老胡的。好嘞，拿石头来。好嘞，兄弟们。来，上手，上手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轻点，一，二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来，慢点，上石头，来，来，听我命令啊，预备，发，好，真够劲儿啊，还可以啊，打倒是打出去了啊，可这东西没个准头。怎么才能打得鬼子来？那还不赶紧想办法！说的倒容易，你先给我看看。怎么样了？嘿，哎，怎么样了？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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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，你看啊，啊！这个炸肉啊，中间我发了一颗手榴弹，手榴弹啊啊啊！发了一颗手榴弹以后呢，扔的时候呢，把这个打开，把这个拉环揪出来，然后扔出去的时候呢，把拉环揪掉了，然后呢，落地的时候就，噗！那这个呢？啊，这个啊，石哥哥啊，你把这个垫脚的一下啊，然后丢出去。就噗！山坡上的炸药呢？啊？山坡上的炸药，听不听我的？哦哦，山坡上的些，跟上，把这个炸药埋个地下啊就可以了。不过，如果想让他们砰，就麻烦了。就想让他们砰，就麻烦了。麻烦？啊啊啊！跟我走，走。快快快！那边慢点。快快，直的直的直的！咋办？这个炸药放在这边啊，近距离的话还会有拉线来引爆啊，但是。这边太远了，没得办法，英宝。那咋办？得想个办法。啊？你得想个法子。啊啊。哎，哎，在那边，给我挖个坑，我跳进去，到时候拉线我来引爆。啊，你肯定吧？到时候我来引爆炸弹。在那边啊，挖个坑，你藏在坑里面。啊啊啊！
那不是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吗？没得事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完成任务。你放心，主要毛子熬到了，直接炸药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好，你带我去看看。就在这个地方挖个坑就可以了。等小鬼子的大炮一过来，你就把炸药给我引爆。仰望着浪。